田蛙小姐，最后啦，大家好，我是田蛙，我来了，来，田蛙姐姐来，谢谢，圣诞节快乐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 ，I love you so much tonight, enjoy， 好不好？谢谢，因为我为什么讲英文呢？他都在吃饭的时阵呐，吼，还有很多韩国人、日本人呐，吼，是不是？印度的啊，有啦，西班牙的啦，很多很多，所以我才讲英文呐。今天田蛙要向大家报告，我是六月份哦，六月份我才接触教会，我要感谢田露露还有思心会带我进来。可是呢，我8月23号我就受洗了哦，是不是要给我点掌声鼓励鼓励？谢谢。我还同时我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刚才在下面从头看到尾，节目很精彩，你们很棒。除此之外呢，我有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呢都带他的亲朋好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亲朋好友都还没有决志，也还没有受洗，对不对？那希望呢跟田蛙我一样，今天看了之后大家通通都来决志，好不好？那二月份呢？听说这边我们的凤山的长老教会呢，二月份就是有受洗，在二月初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都来做好的兄弟姐妹，好不好？好。田蛙拜托大家一定要来，就赞呢，因为呢我恩典很多，所以往后的日子很多事情都是荣耀要归给天父。谢谢大家，阿们，谢谢谢谢，我都跟保罗一起学的，所以例如啊，你嘛爱赶紧加清楚。你安尼，大家知影我无爱未信主，你知影无？我讲唔对话。对啊，马上去撞到。我虽然无信主，但是我嘛是在服侍。不是，也是一样一样的啦。我刚才讲一句话错了，对不起。一只火星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哈！阿爱的万教归宗了，弄宗后的对啊啦！哈，我就唱歌，唱歌，我就讲唔对，刷到讲在拔刀背面起来都还。啊，现在要为咱带什么歌曲嘞？我唱一口气，为各位唱五首台湾的主曲老歌主曲。我知影咱红山人爱听台语歌哈，一口气为恁唱五块老歌，谢谢大家。十菜歌，请把手借给我打开。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开气都可以，富贵好，谢谢宝龙，谢谢丽茹，打拍子。Mata